关键的一年。我想说，每一年都关键一年，到底哪一年才真的是关键的一年？我最大的感触是，就是我认识了苏欣导演，然后他的《共聊你好吗》的纪录片影响了我很深，而且我发现他们每一年都在反核的时候，我终于懂这个道理，就是如果你每一年都因为它可能不是关键的一年就不站出来，那那一年就会是关键的一年。没有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你不会看到改变的那一年。对，所以每一年都是关键的，需要大家，谢谢。最后一首歌《共聊你好吗》，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小乖，旧团员，今天九二九是特别 special 大合体哦。公园的沙滩一天天地响，住在这里的人都很烦恼，听见喝死的机会没多少，每年我靠唱这么多次我还可以忘词。有一天我的朋友他告诉我，海边的桥被大海淹没，消失的海岸线没人问，珊瑚礁盖着石灰粉，我要轻轻地唱，对着你们唱，我要轻轻地唱，对着沙滩唱，我要轻轻地唱，用尽我所有的力量，我们不要喝点茶。
谢。好，谢谢。